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啊，各位维京先师同修啊，及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当下坛上各国人坐上诸灵文，阿弥陀佛。今天已经11月18日啊，我们由高雄道场圆普法师率领的法工回来，像一家人，像亲兄弟亲姐妹，大家聚集在一起啊，我们也以法来会佛，以法来会主灵，以法来会你们所工作连坐上各个诸灵。这即是王肯老祖开示的，就是离地狱，就是要众乐乐，名扬两界同欢乐，天下就太平。名扬两界若是阴界、冥界的不安，阳界绝对不安。所以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刚才在用早餐的时候，我们有师姐问我说：“师父啊。”啊，他两三位孩子男生，啊，现在都不想拜祖先，三个都一样不拜祖先，啊，先烦恼，站着不要烦恼，我们还有40-50年可以活了，好，我们自己拜就好，拜到有一天，啊，孩子就会省思，啊，就换了回来，会来拜我们了啦。啊，放心，啊，不要干了，烦恼啊，基本上都没加啊，那也不对，那是我们的教育，业力，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啊，要多念经，多诵经，好，那样的话，你一定会心，以这诵经念经欢喜心。来会我们的主灵，啊，这样我们就不要烦恼未来。我们最重要的是当下性，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那是当下心，要怎么样？我们过得快乐，一家三几个孩子，还是要众乐乐，很快乐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有这个智慧，不要像一般，好，一直骂孩子，越讲越骂越反弹，弄到最后众悲哀，不是众乐乐啊，这样主灵也是不安的啦，啊，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哈，啊，我们法会已经进入到啊32天了。还过几天祭祖就要的时候，我们就奉送啊156姓氏，天主帝王诸圣灵啊，还有莲桌上战争王子军民燕灵众等啊，光将好中宁口大体育馆祭祖大典啊，听闻我们的表达爱好和平心声。啊，歌舞升华，众乐乐，啊，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
好，王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也，细无其内啦。所以，这个我们的祭祖大典不是一般的跨老人，我们都是带着我们的祖先祖灵去会我们多生的祖灵，是这个意思。好，这是带大家一起种乐乐，离地狱就各归本位，回归到自性极乐净土。啊，我们当下今天，我们有师兄师姐啊求子。好，那我以前跟各位说要去摸五百罗汉，五百罗汉呢啊圣像，那是外在的，要印心入心没有进去。那明天呢，开始我们就五百尊者，还有那混人宝告，还有王禅老祖天威，明天整整一天都拜罪不精，啊，你们就可以很诚心的从头到尾参加，那样参加完回去准备生小朋友。啊，一家就可以种乐乐了。啊，你若要过生，明仔嘛可以再一家嘛。好，这种乐乐，啊，多子多孙多福气嘛。哎，这个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思维，你一定会很幸福，会很快乐。哎，我很快乐呢。啊，我。最近以来，好多信众同修，哎呀，师父啊，我拢无生查某，无生后生了，啊，阿爸变壮，就简单的吊点那条啊嘛。那无咱是幸福起来啦，吼啊，幸福起开要紧啦，免得烦恼讲唔生啦，烦恼生无就后生啦，啊，有缘就好啊。好，五缘的话各有天命，好，我们要随顺因缘，就会种乐乐，把握当下，快乐最要紧，啊，以后的事情就看你最当下的怎么教育下一代，教育自己，这是最重要呀，哦，好啦，今天呢，我们就准备开始。好，法会哈，祝福各位阿弥陀佛。这是台湾人民圆满成功妙的声。啊，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及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啊，当下连坐上各个莲桌上诸圣灵祖灵，啊，各府堂上诸祖先，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为台湾的平安，世界的和平，尊天的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王禅老祖光降台湾净土，在禅机山仙佛寺这里辟建一块人间净土和极乐世界净土相回应，这是百千万劫以来，啊，天命所趋，
我们感到很荣幸。老祖师尊倒驾慈航之后，时时提醒我们要忍，隐忍，隐就是隐藏，安静。世间的很多磨磨考考、颠颠倒倒的事情一大堆，所以我们都是人上人。人上人呢，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人的尊贵和尊严，要自我精进。精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随随便便受到环境的磨考、考验而推倒。无论市农工商百业，都是一样的。真理是一样，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也都一样的真理。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大道，已经进入天山遁，再动了第四爻。就是封山剑，封山剑就是归魂，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灵山，回到自己的灵山圣地，也是回到先回到西方瑶池金母大天尊的莲池华海净土。要转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机会，才有这个大的机会。所以我们自从10月15日开始深谈到现在来，每天我们的甚至人脸同修的不眠不休，时时待机，我们的法师诵经法师几乎没有办法休息，一心本着精进，然后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带领了我们所有的法工。大家有机会回到中本山仙佛寺来，在江西组法工大家在同心同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圆满了。所以你们的辛苦，上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师尊会加持加倍，阖家平安，你们的列祖列宗能够仰仗佛力，加持灌顶，心开意解，皆得往生，各自本愿回归自性极乐净土，以为本愿。所以这一坛的大法会，我很高兴的，也很诚心的向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勉励，修行是一步一脚印的。要登到天上去，还是要有人上人的智慧，就是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可以回归自性华严净土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在虔诚的心供向大慈大悲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诸佛菩萨行一拜礼，合掌一拜。阿弥陀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即己亥年佛诞法会，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护国旗在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愿会软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11月20号，啊，也是我们法会第35天了。35天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依着本愿，天下太平的本愿，啊，谨遵王禅老祖开示修圣法，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不觉得辛苦，但是我们只觉得好像守其愿的，一天一天的会满愿。所以早上刚才我听到我们同修跟我说，啊，一个这个流星雨，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但是不可否认的，相辉映，在我们祭祖大典第九坛的时候，老祖就开示了，唯心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那告诉我们所做所修行的会得到天的给我们的加冕。那么刚才我得到这个消息，查了气象局发布将会有流星雨下降，古时候啊，都一直在所传的，啊，很多将军、高郎都是提定了车来下岗，来出席，也福报这么大，啊，才当来领导全民。啊，任何一个时代的全民，啊，犹如我们坛城上中华民族就有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灵，啊，日本就有124位天皇，韩国就有202位天皇，其他的国家那就也是无法去计算的啦。啊，这在启示着
啊，咱的圣人人来到世间，若是有修的，成为圣，成为贤，成为佛；若是没有修的，天主、帝王、总统、天皇，三毒一生，产生恶业，伤害无数生灵，也是从天上而下来的。所以今天这个刘经仪的启示，正和今天我们要恭送的，就是我在民国71年，台湾祖师爷开示王禅老祖，要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500罗汉要渡回500尊者，回到极乐世界去，天下就会太平。四国37年，我在领了这个天命，37年来，因为我的慧根也不够，不知道怎么样来修来度，所以台湾祖师一直告诉我说，你跟我说500位尊者，500罗汉怎么还不带不接回来？我说我不知道啊。所以今年2月2号，1月15号台湾祖师圣诞，我就回不去了，然后就到台中荣总，或者到台北荣总，差一点也回不来。这个究竟在启示着方向太广了，所以才在医院济公古佛口口吹，供你的500罗汉你王禅老祖天威你的混莲禅师宝告，都还没把它传出来，没有写出来。所以济公古佛很慎重的叮咛人的愿绝对不能马虎，不要当成儿戏，这是天命。所以才有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奖，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99重阳登高。见太平，整个的过程的法会的目标，都是告诉我们的立足点，先由台湾立足点的平安开始，所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在整个的这么多堂的法会，
有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我们的理事长袁玉法师啊，依法来禀报啊，来依照老祖师尊师父所开示的去执行，终于台湾受到天的赐福，平安又平安了啦。尤其里面所开示的五百尊者，我写了啊，老祖开示了五百尊者，五百罗汉，五百尊者啊，这一本《王禅老祖天威》，今天排到今天，一整天就要送这部经。啊，《王禅老祖天威》这部经，一天你再送完不？啊，所以我们送幻变法师会很辛苦，但是要很诚心。啊，依照老祖师尊所排的啊这程序，终于早上刚才得到这个讯息，我一面忧一面喜，喜的是我们大家用心为台湾的平安来祈福，忧的怕我做不好啊，但是仍然本着一颗啊诚心为台湾的平安啊世界的和平保护地球人类的平安啊是老祖的本愿。那么流星雨啊，我马上以中华文化易经的卦象来推，就是天地皮卦，动二爻，变天水送，等天上下水下来，但是是巳火，己会巳火，啊，所以流星雨下来了，空气的摩擦就会变成光。好，巳火动化尘土，啊，今天又是旭日，啊，旭日又有冲动，所以巳火啊化为尘土，那个就是等于物极啊，物极的是有火就是属于石头。啊，这个星球的星球啊，它动巳火化极行极去哩，极的化到来都是降下来嘛。好，这卦象都想着降下来，一降下来啊，干不干和大地会不会相撞？所以刚才我请教了啊，我们的法师袁庭法师啊，他是科学家，我问他说，流星雨掉下来会不会和地球相撞？啊，他说不会，他在大气层里面就会化掉了。啊，可见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和现代科学家的智慧完全相符，所以这就是佛所说的当下性，我们的智慧当下性。所以今天这个流星雨下来，也等于启示五百尊者圣灵将会降下来。我说拜托你们下来，
在仙佛寺下来较轻的，袂弄到我会落袂。吼、哦，安尼会弄到我哈？袂啦吼，圣灵下来了。那么这个在启示的台湾祖师慈悲，要带500位啊尊者要回去，以后回去到极乐世界回去本位了啦。这个事我看着在想，难道是巧合？我想想。还是天意和配合人意的努力修行，所以虽然我们维新正教很年轻，短短37年，但是我们的文化法脉7355年老，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那我们今天尽量有时间的。就尽量一起在这里，陪着，跟着，法师恭送的经呢，哈，爱拜就爱拜啊，拜好卡皮皮穿龙宝印，那愈拜愈勇，那么台湾愈平安，世界真和平，这是咱的本愿，祝福各位今天台中道场的法工。这么多的法工这么热心，你们嘛足福气诶！今日来家都接到，500尊佛，大菩萨们，他们一定都会进来和你们天人合一来共修，祝福各位，阿弥陀佛。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0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坛上故父、堂上祖先、冤亲债主、十方法界3000000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法会又深谈，在昨天是维新圣教领了一个很大天命，就是师父他承担这个天命，带着大家一起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必须要有500位尊者降到地球，来共产做法轮。回顾2008臭氧层破洞，那时候要补天，王禅老祖补天，我才了解王禅老祖5000年补天一次。5000年前是女娲补天，5000年后的当下呢，王禅老祖补天，就需要500尊者，500罗汉、500尊者早已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地球。
袖手五百月，守护五百月，让地球能够大地平衡，所以万仙万圣万佛来到世间才有机会修行，否则的话地球将会很多的灾难那就是2008那一段到民国71年之间呢地球南方臭氧层破洞这个里面充满的很多的残疾和玄机。那王禅老祖补天由我们维新弟子大家生活与供养，集中精神，在短短79天依法修行恭诵天德经64万部，佛说阿弥陀经20万部，以这个合起来的功德仰仗500尊者在地球500月和我们维新贤士和会大众所诵的经化为真气，才能够补天，臭氧层的破洞终于在7月24日补了30%，整个的臭氧层破洞地球危机就解除了。陆续到去年7月1日在美国的国庆日太空总署发布臭氧层完全补平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玉皇大帝也赞叹王禅老祖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宇宙大神啊。那么我们相对的所有的维新弟子，我们有荣幸，我们有福气啊，一路走来到了今天今年的当下，就是为台湾平安。台湾是一个宝岛，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所以台湾要平安。王禅老祖在今年元月初二就开始要补天，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瑶池金母大天尊，我们的九龙柱终于落成完成了。这是一盏呢世界和平的电海神针，树立在台湾的中土，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这个都是有见次的修行法仪。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人来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灾难，
有灾难你如何消灾化解，这个才是最重要。没有办法消灾化解，光在那边烦恼没有用。所以老祖师尊所做还没到的事情，一直交代我们依法修行，依法修行，依法修行。时间还没到，我们不了解。还有如昨天啊，早上台湾的东北方还有流星雨，那么多下来，那是诸佛菩萨尊者们已经光降下来接法，受纳我们的供养。所以昨天我们在两个月前，我就依照老祖开示的安排了王禅老祖天威混莲禅师报告他的修行法仪，量五百尊者他的修行法仪。所以昨天我们幻变学院从幻变法师一整天都在恭送这一部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啊。那么流星是诸佛菩萨他们下来和王禅老祖所开示的这个修行的法义完全相符啊，所以我们很高兴。再加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12月22日提供出损，我们要好好的准备提供出损。所以昨天我就请天安公司谱了一个曲，而词由老祖师尊所述的提供出损逮住逼逮完平安何贵你微心显书标心意，万物天下应太平。老祖师尊的慈悲，而且天公出巡在台湾，甲昨昏整个的流星雨，有史以来最多的流星雨。诸佛菩萨昨天光降维新圣殿乾隆禅堂来印经诀名。而我们这一堂的法会圆满，法会真实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都会和平啊。所以各位，天底下巧合的事情一大堆，但是没有那个福报啊，也对不起来。所以今天我们法会法光为永福和永乐，有福有乐啊，接下来欠一个安啊，那就永安，永安呢，那就再上一层就大安了。
大安啦、啊，大安啦、啊，大安啦、啊，所以台湾平安是咱的天命。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安尼就好啊，免去烦恼遐尼济。干那坐到半路都还哭，怎么办呢？我行未到位啊，坐到还哭，哭到日头落山，还要还哭。啊，落大雨来，水来，雨势来，要坐到还哭，代志未解决。哦，所以老祖开始我们要行。行就对了，照行。结果咱同学大家拢做到啊！好，大家，我们要相互的勉励，相互的祝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